Thank you.
我从广州也去了，上海也去了，我把这些具体的也询过了，知道吗？你这个私底下是刚才有朋友跟我说是八个点，然后交易那个走拍卖的话是10个点，是不是？那哦，私下是10个点。哦，那啥，那你这个有没有是私底下就是鉴定的这些的是免费的吗？是您联系客户还是你们公司开的吗？还是咋整的？没，你们的私下是我的意思是你们自己联系客户买的吗？还是自己公司开买的呢？我的意思是这样。我多买一个就行了。那个你们客户没有吗？我说你们是联系的客户还是你们自己私底下交易的话，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现当时就可以吗？还是要等给几天？我接触的情况是这个情况。主持人呢？